兄弟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挑战大傻派出的变形金刚红蜘蛛，我们能否完成这次挑战呢？在挑战开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视频，记得要给我们点赞支持哦。超人侠，你想用飞机撞我，太异想天开了吧？我背后呢，可是背着 F-15 战斗机的引擎呢。我知道你的飞机速度很快，但是不影响我开着飞机来攻击你。你又来装错了吗？撞我了就是你现在这种下场。哎呀，我知道怎么着火了。大傻，反正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的将你给击毁。大小苹果，我差点注意了，哇，他将车子往我们这边扔过来了。哇，你的力气还是挺大的。你有本事别躲躲藏藏的跟我正面对攻了。哎，完蛋了，我左边的引擎翅膀被你打掉了。注意了，注意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现在还是有机会能将他给击倒的。他现在少了一个引擎翅膀，我们只要打他脚的正常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刚刚让我跟他正面对攻，怎么可能呢？啊，我们呢都没有什么防御力的，所以呢我们是尽量。哎呀，我刚说就被他给击中了。我拿下你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进行第三轮的对攻啊！超人侠，你在前面的那栋房子里面躲着是吧？没错的，我们现在呢要尽可能的不要让他靠近我们这栋楼啊！如果他靠近我们这栋楼，把我们这栋楼打塌的话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哎呦，我刚说我不会吧，就被他给击倒了。好，我们重新再来一遍啊！现在呢，我们朝这个位置来攻击他，尽量的不要让他的火炮呢打穿我们的整栋大楼啊！哎呦，他现在靠近我们的。威力很强啊！超人侠，我劝你还是出来吧！你以为我不能拆毁这栋楼吗？我瞬间呢就可以将它给拆倒！别啊，千万别倒啊！完蛋了，我的房子在倾斜，撑住啊，撑住啊！还是倒了。你已经没有防御设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进行第四轮的攻击。哎呀，你拿什么东西打我？我拿的可是散弹炮啊！这轮呢，我可是有机会将你给击毁了。大家发现没有？他左边的翅膀呢已经被我们打掉了。哇，你这轮的攻击呢明显更强啦！不行，我要找一个掩体。让我往前走点，别再攻击我了！哎呀，超人侠，让我撞过来你就完蛋了！啊，可恶啊！我另外一个已经被你给打坏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现在我赶紧往后面，快撑不住了！顶住顶住顶住！哎呀，我这一下被你从房子里面打的爆炸了！太艰难了，我们终于将他打倒了！我们的比分呢来到了2-1啊！目前为止呢，我们还是落后。刚刚是意外让你赢了，哟，你这一次呢载了多少的油啊？这个油呢直接燃烧了，把我给覆盖了。但是超雷侠，你以为我被你给炸倒了是吧？我没有啊，我还能走啊。不会吧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我该那样的都没人将你给炸倒啊。哦，这家伙确实还能走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真的是遇到高手了。哈哈哈，万万没有想到吧，我就是实力这么强啊，你来打我啊。气死我了，让你得瑟啊！我们直接飞到他的头上，我让你得瑟，让你得瑟。头也这么硬的吗？耶，你怎么还能飞过来啊？这不行的！哎，超人侠，你知道我头上安了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感觉像是第十炸弹啊？哈哈，没错的，就是第十炸弹。大傻，走你了，拜拜！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还有这一招啊？气死我了！大傻，我们2-2打平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入最后局的决胜局了。这一局呢，我们要开上我们的直升机了，来攻击他。你没搞错吧？你的直升机呢，一旦被我击中的话，随时坠毁啊！你先击中我再说吧。哎呀，稳住了，我的直升机怎么在飘啊？赶紧撞过来！哎，他现在背对着我。好的，我们机会来了！啊，打他，发射我们的导弹！哎，击中他了！哎呀，但是这家伙啊，顶住了！喂，注意了，注意了，他现在又开始撞过来了！你竟然偷袭我！知道我的反应比较慢是吧？我打！哎呀，又被你击中了！啊，我的炮台的也太慢了吧！你的反应速度呢也没那么快啊！哎呀，我的直升机被他吸过去了！喂，我现在螺旋桨好像扫到了他的这个翅膀啊！哎，现在呢，我们还是要再继续撞过来！注意，注意，注意，注意！他没撞过来之前呢，我们要提前的比他快攻击啊！好的，面对面，我打，锁定他的脚！哇，这一下将他给击倒了！最后一局我们拿下了，太棒了！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呢到此结束啊！我是超雷侠，喜欢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！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